学做大孩子，对爱太无知，但细胞开始发现情没制止，寂寞没人知，怎么可以用我的初恋作赌注？可否开始踏入第一次，少女的心思，情来是没法医。我想不需回家，无需回妈妈，家中狂奔寻找相恋代价，爱我先生也被调查，如若脱胎的马，要飞出好年华，寻觅爱侣，寻觅爱我的他。我想天天回家和他陪妈妈，他的时光没收，不准害怕，要每天搞出相爱话，无论去这或那，也需预告吗，也需预告不因我牵挂。